今日带俾大家呢个单位都系好靓嘅，佢感觉咧，即系俾我感觉好似喺一线海景嘅 feel 喎，即系喺阳台望出去景同一线行差唔多嘅。咁佢系一个阳台布片嘅，赠送一半嘅积咯。咁业主而家摆咗系1.5米嘅床啦，都系简易床嘅，同埋啲衣柜都系比较简单啲嘅。望出去景咧，都可以望到成个海景，望到远处嘅山景都靓嘅啦。我觉得呢个单位系我个人中意。同埋業主佢比較，即係佢好愛護佢家咯，好多家私都比較乾淨啲嘅，唔會話好污糟。三間房都有冷氣嘅，全部都唔使自己裝冷氣咯，完全可以做到一個拎包業主嘅動作。我覺得幾唔錯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嘉 Lily。咁而家又到咗我哋惠東嘅阿婆閣十里銀灘啦，度假區呢邊啦。咁今日咧可以睇到天氣係有啲唔係幾靚嘅，係有啲朦朦地。不過咧，我覺得都有唔同嘅 feel， 都幾舒服下嘅。可以行下沙灘啦，吹下海風啦，嗱，聽下海浪聲。俾個鏡頭俾大家，嗱，好未睇到有少少嘅白頭浪咧，哇，都幾正下嘅。佢可以好感入整個人嘅心情，都好比較舒服啲噶啦。OK， 咁而家呢度咧可以睇到係我哋五期嘅維港灣啦。今日帶俾大家呢個單位。都是好靓嘅，佢感觉咧，即系俾我感觉好似喺一线海景嘅 feel 喎，即系喺阳台望出去景同一线行差唔多嘅。咁今日呢个单位系一个新中间嘅位置，可以做到拎包业主嘅101个方三房两次单位，同埋嘅佢价钱又平平地，佢系香港业主出售嘅，所以咧我哋过数系方便嘅。OK， 咁讲翻呢边嘅交通同埋配套啦。嗱，呢度咧写住十里银滩维港湾呢个位置咧，系一个上车同埋落车点啦。咁同时咧，我哋喺深圳莲塘罗湖都系坐京桥巴士，25蚊70分钟就可以到我哋屋苑楼下。咁后期咧，我哋接住上去坐公共列车就可以到我哋嘅屋苑啦，系方便嘅。咁同时咧，我哋可以扫描啦呢啲。二维码扫描就可以坐即系可以揸呢啲电鸡仔去到三期啊、一期啊，或者买呢啲嗱得好得意嘅高尔夫车啦，系咪两人位、四人位、5000到8000都可以买到一个比较靓啲嘅高尔夫车啦，穿梭成个十里银滩嘅。咁我哋维港湾呢边咧配套已经好成熟啦，你唔使担心楼下冇嘢食啦。可以睇到呢粒都系有海鲜餐厅。同埋嗰边有糖水啦，同埋一个超市啦、香菜啦，方便嘅楼下就可以解决啦。咁同埋五期呢边楼下都有几千平方嘅一个商业嘅，楼下有两个超市，落楼就可以买餸、买菜，同埋可以买啲海鲜简单啲嘅餸啦，拎翻屋企住啦。如果人多嘅话，我哋可以去到三期啦，有个海鲜市场或者阿婆哥啦，或者一期嘅银富市场嘅，唔使担心十里银滩冇嘢食嘅。OK， 咁如果我哋想舒服啲嘅，想去旅游，都可以去到嗰边嘅。嗱，呢边过去跨海大桥过去就系一个唔算寮湾啦，嗰边都系。比较靓啲，即系住喺呢度，我系可以享受嘅配套系非常非常之多嘅。OK， 今日就唔啰嗦啦，即刻带大家睇下呢个单位系咪同一线海景单位系差唔多嘅咧？遗忘掉当天失落的懵懂，坚决想面前每段路，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。
梦仍继续做。今天跟光阴赛跑加快步，身边的欢呼作引导，飞奔于风中不理青天有几高。咁睇到呢道门咧，就系一个胶标嚟噶啦，业主系保养比较好啲嘅，慢慢拍下锁都可以用翻嘅啦。咁我而家锁左手边咧就系厨房位置，厨房咧系一个 U 型设计嘅，佢空间都比较大啲啦，系舒服嘅。咁望出去咧就望到即系小区园林嘅花园啦，望到隔篱单位啦，冇咩景，剩咗咧厨房够开用啦。OK， 咁而家睇到呢边咧，全部都系业主自己係嘅私人物品啦，到時呢啲嘢可能會拎走嘅啦。咁呢個雪櫃啦，同埋呢個萬和牌子熱水器，佢都留翻俾我哋大家可以用翻嘅。OK， 咁主食台同埋抽飲機啦，執下衞生都可以用翻嘅，唔使換嘅啦。因為前排咧，我哋都香港業主係翻咗屋企嘅，佢煮咗嘢就係有啲油煙嘅啦。OK， 咁下边呢个楼位咧系放呢个消毒柜位置嘅，咁我哋后期咧可以买个消毒柜或者洗碗机啦，都可以用翻噶啦。咁可以睇到成个空间同埋佢厨房系冇咩问题，唔使执噶啦。OK， 行出去睇下，咁好多业主咧呢边佢唔会学嘥咗佢，呢边可以做一排嘅电掣鞋柜喺呢度，咁可以睇下呢边咧，系佢做咗一个比较细啲嘅一个小鞋柜，因为佢唔经常翻嚟住啊嘛，佢用唔到咁多嘅储物空间啦。咁睇个人中意咯。后期我哋做一排电掣柜，差唔多系3000蚊左右就可以做翻一个多层实木嘅电掣柜啦。咁最贵睇下，成个空间咧系比较大嘅，餐台啦，同埋呢个梳化都系比较简单啲，因为佢唔经常住啊嘛，所以佢嘅家私呢啲都系比较简单啲嘅。不过我觉得佢嘅质素咧，嗱，佢系比较襟用啲嘅，用翻系冇问题嘅。同埋呢啲柜啦，全部都系有嘅啦。OK， 咁后期睇大家要点样去设计嘅。咁我哋企喺呢度望出去景都好靓嘅，坐喺呢度望出去都可以望住似一线海景嘅感觉，因为今日天气真系蒙蒙地，影出嚟视频咧冇咁靓仔。如果系平时咧，即系中午时间啊，有太阳时间啊，真系好靓嘅。而家影出嚟可能有啲暗地咯。咁而家坐喺呢度，俾大家感受一下。嗱，坐喺呢度望出去咧，都可以望到海景嘅，同埋咧佢风向都比较舒服。呢个朝向现场可以出俾大家睇下。嗱，佢系一个朝南方向，呢边系朝南嘅，呢边系朝西嘅，即系佢呢边方向系南方向嘅，比较靓啲嘅啦。咁你可以见到啦，每啲牌子嘅冷气都系有嘅。咁呢啲梳化全部都系业主会留翻嘅，同埋电视啦。咁成个空间啦，度下睇差唔多有四米左右嘅空间嘅，101个方啊嘛。咁行出去睇下，成个景观都靓嘅，即系啱啱好呢个凹位咧，嗱系开用嘅。望出去景咧，都可以望到成个海景，望到远处嘅山景都靓嘅啦。我觉得呢个单位系我个人中意，个人系好中意噶，系啊。同埋个价位又平，因为咧好多而家一线前排单位都系100万以上先可以攞得到嘅。OK， 咁成个阳台啦，嗱设计都系比较靓啲嘅。咁呢边咧可以睇到系洗衣机两个，这个后期佢新买嘅，这个如果唔要可以抌咗佢。后期好多业主会咁样设计咯，会做一个电掣柜咯，系成个阳台系比较大啲嘅，差唔多系有一个8米到嘅一个阳台咯，7米8米系。我哋阿 Sam 哥未退到最后面啊，嗱，呢度系连住我哋嘅主人房嘅。其实维港湾即系佢嘅户型都系差唔多嘅，唔系90就101，仲有一个108啦，120几咯，130几咯，都系呢几个户型嘅啦。OK， 咁因为睇下我哋厕所，佢系做咗干湿分离嘅，主要系咩咧？睇下佢有冇渗水啊、漏水啊，其他问题其实都唔会啦，因为维港湾系后期先开发啊嘛，佢质素都比较靓啲嘅。嗱，哇，好多纸巾，都系业主嘅私人物品嘅。OK， 咁最过嚟睇我哋嘅第一间房间。咁呢间房咧，佢系一个阳台部件嘅，赠送一半嘅积咯。咁业主而家摆咗系1米5嘅床啦，都系简易床嚟嘅，同埋啲衣柜都系比较简单啲嘅。咁后期都可以用翻，其实都冇问题嘅。一个阳台部件啊，赠送一半嘅积，
咁呢度望出去咧，其实冇咩景噶啦。望咗系小区艳良嘅花园咯，差唔多有七八个方左右嘅。咁对面咧就系我哋第二间房，呢间房会特别啲咯，佢系连住我哋嘅阳台嘅。嗱，望出去景咧都可以望到我哋嘅一线海景咯，系靓嘅，1.5米嘅床啦，同埋呢啲冷气都系有嘅，唔使自己装。其实呢个单位简单嚟讲嘅话，佢系可以做到个拎包叶住嘅动作嘅，即系有啲简单嘅家私咯。最过嚟睇我哋主人房，有个套间设计嘅，嗱，怀宝式嘅一个干湿分离咯，坐厕啦、洗手台全部都系有嘅啦。同埋业主佢比较，即系佢好爱护佢家咯，好多家私都比较干净啲嘅，唔会话好污糟。仲有后边仲有个衣柜，都系简单啲嘅衣柜。佢冇做一个电掣柜嘅，睇大家要要唔要设计做个电掣柜会比较好啲嘅咯。咁呢间系佢嘅一个主人房啦。嗱，呢间咧上次我过嚟嘅时候咧，啱好业主都翻咗屋企嘅，咁佢都有个有个 B B 嘅咯，系嘅。咁佢嘅呢啲嘢都比较简单啲嘅，喺深圳啦、香港都有楼嘅啦，系都几有钱嘅。OK， 咁最近望下我哋嘅主人房望出嘅景系咩咧？哇，都系同阳台景系一模一样嘅，望出嚟好靓噶。虽然话咧佢嘅家私比较简单，我觉得佢好干净咯，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，俾我感觉系咁嘅。嗱，房间里边都系有一个冷气啊，成间屋咧客厅有冷气啦，两间房有冷气啦，同埋一个sofa 茶几啊，呢间都有啊，三间房都有冷气嘅，全部都唔使自己装冷气咯，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拎包叶住嘅动作，我觉得几唔错喎。电视都系有嘅，如果我哋话唔想咁麻烦咁多电掣柜，我哋有啲家私就可以用翻啦，咁呢个单位真系啱噶啦，101个方可以做到呢、这个嗱、啊，其实冇咗前面呢两座楼，真系属于个一线海景嘅啦，好靓呢、这个单位。主要系咩呢？佢啱啱好坐位于呢个花园嘅中间，同埋咧望住可以望到呢边嘅花园系够开扬嘅，唔单单只望住佢咧，好多嘢可以望得到，比较靓啲，我觉得都 OK 嘅。咁而家呢个香港业主嘅售价咧系73.8万就可以攞翻呢个单位，真系平平地嘅。如果你想做翻案件嘅话，要同业主倾下嘅。咁如果我哋啱啱好睇到呢个视频咧，可以同 Lily 私信了解下呢个单位嘅情况啦。咁呢个单位业主咧都系红本在手，即刻可以交易嘅。睇中呢个视频咧，啱要第一时间联系 Lily， 我哋喺深圳莲塘罗湖关口都可以接送大家嚟睇楼，睇下呢个单位仲喺唔喺度。因为咧好多靓单位，好多人都会中意啊嘛，系咪 ？OK， 咁就唔啰嗦啦。添加我嘅微信，上边有两个二维码，我嘅 WhatsApp 啦，微信都可以添加我嘅，或者下边有链接咧，可以跳进个 WhatsApp 联系 Lily 攞呢个单位一个详细资料。啊，玩下 Lily 噶，点样坐车啊？点样方便啊？或者我想自己坐京桥巴士过嚟得唔得 ？OK， 冇问题。我哋喺深圳莲塘坐京桥巴士喺前面个大门口咧，就系落车。头先讲咗啦吓，可以坐京桥巴士25蚊70分钟就可以体验到我哋呢边嘅一个。市场是几多分钟先去到，方不方便呢？是方便的，楼下设施方不方便是 OK 的。咁如果我哋想更加方便，可以考虑下三期平嘛，30几万、40几万就可以攞到一个单位。如果想要可以建50几万到60几万价位都是有的。咁如果睇大家是想要呢边新净啲咧，佢嘅格局设计系唔同嘅，比较舒服啲嘅。咁佢系近5期啦，系咪？如果我想，哇，我要好方便，好方便啊！楼下要酒吧啦，要嗰啲食肆啦、海鲜啦、买餸嘅啦，系超级方便嘅。咁可以近3期，可以近到嘅。如果我哋话，我要平平地20几万嗰啲两房有冇？2期新楼可以啦，都可以拣翻嘅。我哋影咗好多片，因为咧我呢年系专门做十里银滩呢边嘅一楼位，或者我哋想去市区都 OK 嘅，都可以添加微信了解。咁唔啰嗦啦，呢日视频影呢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我挥之一方，抬头便会为你守望。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，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。多得你原谅我康庄，送你破客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，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，一箱卡式带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，
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，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，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，七百年潮流里瞬息过去。